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。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倍氏估计法。在介绍倍氏估计法之前，我们来复习条件几率。什么叫做条件几率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已知啊，在 B 事件啊，这是 B 叫做一个事件，那么已经在 B 事件发生的前提之下。 那么 A 发生的几率，我们就用这个来表示。B 发生的前提之下，这边的话呢，一到，然后这边是 A 发生的几率，用这个来表示什么呢？是条件几率。那么条件几率的定义的话呢，是这样子做的：上面是 A 交集 B，底下这个地方 B 发生的前提，我们这边就写一个 P B。那么这是两个几率的相除。 那么，我用一个图解让各位同学了解，比较记得住。这个欧米伽是代表的是整个的空间啊，整个空间。这叫做黄色的这个圆形，这假设叫做 B 事件好了。那么 B 事件发生的前提之下，那 A 事件在哪里呢？在这边，蓝色的是 A 事件，这边是 A。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。 A 交集 B 是不是就是绿色的？B 发生的前提之下，就也就是说，样本空间我们缩了，缩到了这个 B 的情况，然后 A 发生的几率那就这里了。所以以几何的角度来看，它是整个样本空间是什么？是 Pb 样本空间缩了。 然后事件的几率是多少呢？是这块绿色的部分，就是 P A 交集 B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可以把这个记住，这就是我们条件几率的定义，那么也是我们的计算的方法。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倍式定理。倍式定理其实就是条件几率的另外一种写法，就是颠倒的看法。那么其实也是条件几率。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。 这叫做条件几率，我们前面才说过的，这是 B 发生的前提之下 A 发生的几率，那么就是 P B 分之 P A 交集 B。好，那么我们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乘法乘过来，P B 乘到前面去，来我们把它写成了一个不要写分成分式，我们把它写成一个乘法的写法是怎么写的？A 交集 B 可以把它写成 P B 乘上。 B 发生的前提之下，A 发生的几率是不是就直接乘过去？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地方，各位同学想象一下，B 这边是 P B，那这边的后面的就是 B 了啊。那这边可不可以写 A 呢？也当然可以，这边写 A，那后面就是 A，前面就是 B。所以，我们按照对称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写：P A 乘上这个？好。 那现在我们要算一下，就是条件几率。假设是 Pb 不知道，我们在一个 B 情况之下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 Pb 尽量的去避开。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条件几率的算式，把它组合成这个的答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呢？如果说是 B 发生的前提之下，A 发生的几率。 我们是照这样写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 A 交集 B，我们可以写成上面，也可以写写成下面。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说 P B 不知，那么我们就挑选这个算式 P A 乘上 P A 发生的前提 B 发生的几率。所以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写呢？上面我们就写这个，这个算式。底下这个 P B，那么我们可以分成了两部分。 哪两部分呢？A 交集 B，还有一个 A prime 交集 B，怎么看呢？我们用图形来看，这是全部的空间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样子，这个是这个是假设是 A，这叫做那就这个叫做 A prime 了。那么 B 的话呢，假设是这个圆圈，这个的几率我们就分可以分成两部分。 哪两部分呢？绿色还有一个蓝色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是 A prime 交集 B，这是 A 交集 B。所以 B 本身来说啊，这个机 B 的几率是不是就可以分成了两部分？好，那再继续写下去，这个又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叫做呃条件几率的一个横式的写法。 交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来。问题是，哎，这个 P B 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尽量的用的是这个 P A 乘上 P A 发生的前提之下，B 发生的几率。来，我们把它写开来啊，上面照写，上面照抄，底下这个呢就照着上上面的写法，P A 乘上，这是 A 交集 B 的，这是条件几率，这个呢？ 也是一样，我们因为 P B 我们都避开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写的是 A prime B，这是 A A prime 发生的前提之下 B 发生的几率，这个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叫做贝氏定理。贝氏定理其实这个地方来说，我们在呃不论是商业上还是在医学上来说都非常的重要。那么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。那么，我们来介绍的是倍式估计。假设我们想要对一个，这个是一个母体参数，好了，我们想要进行的一个估计。那么，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过去主观的经验啦，或者是看法啦，我们可以先假设有一个叫做事前几率，这是过去经验的资料也可以啊。那么，我们实际的去取样子之后。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取样的结果、观测的结果，我们可以对这个西塔去做一个修正。那么这个修正的话呢，就称为事后几率。从事前根据观测的结果再来修正，变成事后几率。那么这个事后几率的话呢，是一个条件几率，而且它会比较客观，也比较准确。 比我们以前的主观来说的话呢，是好很多，而且有的时候事后几率跟事前几率可能差很多。那这是我们前面的认知，因为这是条件几率的关系。那么后面我们将会有一些例子，让各位同学呃了解什么叫做事前几率，什么叫做事后几率。 我们这个单元，我们介绍的是倍氏定理跟倍氏估计。那么基本上要要真正的了解，是要去做练习题比较清楚了啊、哦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这基本的几率观念，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什么叫条件几率，这个要能够写得出这个算式。那么倍氏定理它就是条件几率，但是它的写法是不太一样的。再过来。 我们什么叫做事前几率？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。什么叫做事后这个事后几率呢？就是根据后面的取样之后，我们给予一个修正，那么就叫做事后几率。那这个部分来说，就是我们要准备要进行贝试的估计的一个前提。然后在医学上、商业研究，这个是在商业的谈判上面来说，呃，或者是投标。 都有很多的应用。